弟兄姐妹，主内平安，感谢神，我们又一次在这里见面，一起来分享主的话语。我们每次仰望主的时候，我们心里面的一切的愁烦和忧虑都能够除去。虽然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可能还是会有很多不顺心的事情，有很多让我们心情低落的事情，但是每当我们仰望主的时候，我们就看到他的得胜，我们也看到他的荣耀。真的祝愿在每天的灵修当中，我们能够面对面的看见主的荣光，也愿主的喜乐和平安充满在你的心里。一起来看一下今天的经文。哥林多后书2:12-17，我从前为基督的福音到了特罗亚，主也给我开了门。那时因为没有遇见兄弟提多，我心里不安，便辞别那里的人，往马其顿去了。感谢神常率领我们在基督里夸胜，并借着我们在各处显扬那因认识基督而有的香气。因为我们在神面前，无论在得救的人身上或灭亡的人身上，都有基督馨香之气。在这等人就做了死的香气，叫他死；在那等人就做了活的香气，叫他活。这事谁能当得起呢？我们不像那许多人为利混乱神的道，乃是由于诚实，由于神，在神面前凭着基督讲道。我们一起来看一下今天的经文，哥林多后书2:12-17，借着我显扬基督馨香之气。我们先来看一下12-13的经文。我从前为基督的福音到了特罗亚，主也给我开了门。那是因为没有遇见兄弟提多，我心里不安，便辞别那里的人，往马其顿去了。在这两节经文里面呢，保罗继续的在解释他上一次为什么没有能够去哥林多教会访问的这件事情。他说他派了提多去将一封信带到哥林多教会，然后呢，他非常的迫切的希望等着提多带来回信。他说他为此呢，他专门到了特罗亚，特罗亚是一个海港，所以他希望能够在那里早一点遇见提多，也能够早一点呢，能够听到从哥林多教会来的这个信。不过呢，他说他在那里没有遇见提多，他就心里不安，然后呢辞别那里的人，回到马其顿去了。我们看到保罗因为哥林多教会呢，真的心里面非常的挂心。十三节里面出现一个词叫做心里不安啊。本来呢，保罗说在十二节里面说，主已经给我开了传道的门，我本来呢可以在这个特罗亚传福音，可以做福音的事工，但是因为心里面太挂心哥林多教会了，所以呢没有在那边继续的施工，而是回到了马其顿。我们看到一个真的为教会非常挂心的一个牧者的样子。这个不安这个词呢，也可以理解为是焦虑或者有些担忧啊。弟兄姐妹们，不知道在你的心里面是不是也会常常有不安的事情，也会有焦虑的事情啊？可能我们有很多的时候呢，为自己个人的前途而感到不安，或者呢为自己的家人感到不安。我们有没有很多的时候也为我们教会的肢体，为我们的教会而忧虑而担心，而向神献上祷告呢？当我们看到如果我们真的爱我们的教会，爱我们的肢体的话，那么我们身边的肢体当中若有人软弱，我们心里面也会为他担心，也会为他祷告。我们再来看一下14的经文。感谢神常率领我们在基督里夸胜，并借着我们在各处显扬那因认识基督而有的香气。在读第14的时候，我们突然感觉到好像保罗的所有的语气都一下子改变了。
刚才在十三节里面，他还说我心里面不安，有很多的忧虑。但是在十四节里面，他突然语气啊，完全的转变。他说：“感谢神，我们常率领我们在基督里夸胜。”啊，我们能够感受到保罗一种非常喜乐，一种好像非常快乐啊，非常感恩的这样一种心情和气氛。这是怎么回事呢？因为他说是基督带领我们在常常在基督里夸胜，并且呢，在各处显扬因认识基督而有的香气。基督徒呢，确实，我们的生活当中也会遇到很多让我们不安的事情，让我们焦虑的事情。但是，当我们的眼睛转向基督的时候，当我们的眼睛仰望天上的时候，我们里面一切的忧郁、不安、一些焦虑的担心都会被除去，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的主已经带领我们得胜了。基督徒不是每天愁眉苦脸的人，基督徒不是给人的印象啊，是常常忧虑、常常担心啊，这样的人。而是呢，能够靠着主常常喜乐的人，所以保罗他也已经掌握了这样的一个秘诀。虽然因着眼前的现实的环境会有忧虑和不安的事情，但是每当仰望基督的时候，里面就有说不出的感谢，并且呢，也知道我们将来一定会得胜。弟兄姐妹们，你现在是一个常常愁眉苦脸的状态吗？还是你因着眼前的环境、因着家人或者因着教会、因着你的服事，会有很多不安？忧虑在你心里面的，让我们能够仰望主，就像保罗所宣告的那样，感谢神，他常常带领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夸胜。愿主的这样的喜乐能够充满在你的里面。我们继续往下看，来看一下15到16节的经文。因为我们在神面前，不论在得救的人身上或灭亡的人身上，都有基督馨香之气。在这等人就做了死的香气，叫他死；在那等人就做了活的香气，叫他活。当我们读这个经文的时候，可能一开始有点让我们不能够理解，这到底什么意思？这里面呢，其实是保罗在引用一个比喻。这个比喻呢，是指当时在罗马社会文化背景当中啊，如果罗马军队他们打了胜仗呢，他们就会带着这个所有的军队，然后呢也会带着俘虏啊，就是那些战败的俘虏，然后呢在城里面这个游行啊，这个游行的过程呢，就是前面十四节里面所说的夸胜。那么在游行的队伍当中呢，专门有一些人呢，他们是手里面捧着一种特殊的香。然后呢，这种香被点燃起来，那么这个香味散发出来的时候呢，在远处的人闻见就知道我们罗马的军队打胜仗了，然后呢，他们就知道啊，很远的地方就知道，已经有这个游行的队伍，已经有夸胜的队伍。保罗在这个比喻里面呢，他把耶稣基督比喻为那位得胜的将军，然后呢，他说自己是捧着香气的人，他说自己捧着这个香气。然后呢，在这个游行的队伍里面呢，有一些人是得胜的这些将军的部下，另外一些人呢，则是被战败被抓起来的这些俘虏。那么对于这些香气来说那些得胜的人闻到这个香气呢，就意味着得胜，但是那些战俘他们同样也闻到那个香气，他们知道这个香气对他们来说意味着死亡。所以这个保罗这里面这个意思呢，就是说在一等人这个香气呢是死的香气，在另外一等人呢这个香气是活的香气。其实这个香气就是指我们所传扬的福音，我们所传扬的福音在那些灭亡的人身上就是死亡，而在于那些被拣选的人身上呢就是得救，就是永生。所以他说到了，保罗这里面提到了福音的这个双重的功效。基督徒这样在向世人传福音的时候，他其实是在传两方面的信息。对于那些接受和相信的人来说呢，是告诉他们说，你们已经得胜了，你们已经拥有了永远的生命了。但是对于那些拒绝不接受的人来说基督徒所传扬的福音对他们来说呢，是意味着死亡审判，就说你们将会受到审判的意思。
弟兄姐妹们，不知道在你的身上是不是有这样的香气呢？我觉得最可悲的就是我们做基督徒在这个世上没有与这个世界不同的气味，没有与这个世界不一样的味道。其实我们在向那些不信的人身上应该告诉他们，你们这样活下去的话是会灭亡的，你们再不接受耶稣的话，你们是会面临永恒的审判的。所以在我们的身上应该有两方面的这样的气味散发出来，一个呢是得救的信息，一个呢是将要审判和灭亡的信息。然后保罗在16节里面说，这是谁能当得起呢？我们不像那许多人为利混乱神的道，乃是由于诚实，由于神，在神面前凭着基督讲道。保罗就提出这个问题，谁能够承担得起这个捧香的任务呢？谁能够承担得起这样传福音的任务呢？那么保罗就说，不是那些为利混乱神的道的人。那么这些人指的就是那些假教师，他们的目的动机是为了赚钱，是为了获取利益。然后呢，这个混乱神的道呢，这个原文当中的意思呢，是指掺杂啊，就像假酒掺了水一样。就是我们如果在福音里面掺了水，如果掺了别的信息，掺入一些祝福没有根基的祝福，一些成功学、世上的一些道理，那么这就是一个掺假的信息。但是保罗说，我们乃是由于诚实，由于神，在神面前凭着基督讲道。弟兄姐妹们，我们身上是带着耶稣基督的馨香的人，我们是要带着纯全的福音向世人来宣告耶稣基督的救恩，同样也宣告耶稣基督的审判这样的人。真的让我们能够在生命当中散发出与这个世界完全不同的气味来。一起来祷告。亲爱的阿爸父，感谢你，主啊，谢谢你常常的带领我在基督里面夸胜，让我能够胜过这世上一切的忧虑、担心和不安。主啊，也让我能够在这个世上传福音，能够活出一个与这个世界迥然不同的一个生活，能够为主来传那美好的福音。这样的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